交代啦，这才是啊，大罪该罚死。喂，安怎？拢摕着啊？真好，对安尼。你看，我咧甲你讲，已经处理好势啊，你免烦恼啦。我对伊绝对袂动心的。行啦，咱即马就去疗养院，互伊好看。 这就是林子彤的家属，拼性命对范逸提两个公文正本性。无唔对，阮爸派油条馒头这两个仆人哥去范逸提，我凊彩派一个家属，无两秒钟就收到转来了。林子彤想要跟我斗，我差种远的啦。我唔通讲了伤早，后边搞成喙齿啦。 你就是讲你把这药吞落来，讲话正红声，要甲院长解毒，你就会当抓林子彤离开啊。林子彤用这段话是法官判的，不是你。你嘛知影是法官判的哦。那呢，这份假的公文，你要安怎讲啊？ 死老狗，你别骂唔嘛，摕这个假的公文甲我唬咯，害阮的指头伫这受苦，我即马连这条甲你做伙算哦，我做伙算啦。莫怕，啊，恁是凭什么讲这份公文是假的啦？就是讲啊，证据摕出来啦，无证无据吼就走来乱。安怎？恁是伤过思量林子彤？因此啊，恁会到底来开这会关啊？ 我听好你的嘴啊！哎，你刷未？卖叫是讲你是时代队长，凊彩都袂拍。先把证据提出来再讲。大，歹势，阮拄伊看伊行出无偌久，公文就中枪去啊！这，阮无面头见伊啊！正式的公文。 你有公文是七年，那恁就是什么？你家己袂晓看。<笑>欸，卖公文对你无好哦，我有特别准备三张肥猫的相片给恁，一人一张，拢免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要指桑骂槐，还靠我水准嘞？用这张相片什么意思啦？用这张相片哦，这个肥猫哦，足委屈的啦。颠倒是恁三家啦，分别是狼心狗肺，仗势欺人，脑袋肠肥。 统称下系下进飞猫三剑客，你这个技师，哎呀，好，这是不是有人举报，比方讲白条甲韩志主要嫌疑，是我举报的，核心三个，硬甲被害人林子彤抓来遮关啊，阿哥有伪造文书。 我是院长，是我做的，跟其他人无关的。那呢，对我当一撮警察局，以轻案件，请。听讲你人还无关，袂少钱哦，这个疗养院，马上是有先见之明啦，早早就更好要养老的所在啊。客伯，慢，咱来走。 顾先生。
歹势啊，我拄只不方便接电话。你即马人伫倒位？我去咧报局的啦。那恁进度安怎？公司顺利了未？目前是有看到几个有适合的地点啦，啊，不过未确定的。你拢等啊这么久啊，现在还在找地点，这实在无心理的好。你是有几百其他的事情啊？是，我这段日子确实有开一挂时间去甲一个方案来找囡仔斗相共的。这个任务偌重要，你真清楚。你还有时间去管别人的隐私啊？不是啦，那我这是别人，我真正袂管啊。啊，不过这个糟囡仔绝对有利用的价值。我等你到引导人保暖啦，其他较详细的状况，我较袂向你报告。是，我知。不好意思，我电话讲煞啦。哦，来，咱继续。林子彤，我先恭喜你恢复自由。哪里是在做啥啦？客伯，这个人熊熊出现，佮莫名其妙跟我斗三工，刚刚伊讲无去到。林子彤，我就是单纯想要甲你救出来尔，是有甚物去到？你敢讲，我佫唔敢听嘞！我看你根本就是无好心。好啦，那别人我唔敢讲啦。那伊哦，有影是哦，足热心，啊，佫足有正义感的啦。客伯，咱之前佮伊也无熟识啊，伊是安怎要这么热心跟咱斗相共？子彤，啊，就是哦，啊，恁客伯袂好佮你讲啦。迄个之前，将军伊拄啊好伫个路个，去救着恁客伯啦。拄啊好，天下敢有这拄好的代志？拄啊好救着客伯，拄啊好看到我红色个，无你看这一切拢是你设计的啊！除了你的名以外，阁有啥物是阮知影的？你到底做啥？我看你真正的身份嘛，毋是做护理师吼？你讲啊，你安尼费尽心思才结婚，到底有啥目的？你看，伊讲袂出嘴啊！我替伊讲，若毋是我拄才听到，你甲你的顶媳在讲电话，讲你救我，是因为我阁有利用价值。我到今麦阁戆戆，我直接感激你，凡事互你袂掉啊，阁来替你送钱嘞！将军啊！你真正安尼讲哦？啊，你讲阮子彤有利用的价值，这是啥物意思？唉，将军啊，啊，你龙爷确实哦救了我甲子彤，阮哦真正真感激你啦。啊，不过你的话莫通讲清楚啊。海叔，我无想要恁大家白用，我。我只会当讲，我绝对无歹意。等时机若到，我一定予恁大家一个解释。啊，不过即摆我真正真正什么拢袂当讲。是的。将军啊！
妈，咱母仔已经一段时间无见面啦，你敢有做一出手，有这么强？我，你倒听我，真正拍落去。嗯，啊，我是医生的，你即阵要拍落，还是要收落，我拢无话通讲。啊，而且就是讲好啊，我来向你报告这段时间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。你敢有需要一定安尼？即马较早已经无同啊，救人无在咧救虫，救虫落垃圾，救人无功劳。你好心去人斗相共，结果咧，加一堆麻烦的代志，这种代志出袂离啦。妈，我真正毋是家暴，爱管别人的囡仔事啦。啊，毋过林子彤是别人，伊的死对头就是万条万的外查某孙吴盈盈。你讲万条万的外查某孙？嗯，而且林子彤阁是廖乾坤的继承人。你是讲天霸帮三龙分堂的廖乾坤？我唔对，就是当年外公天霸帮三龙分堂的廖乾坤。万条万怎么敢唔知我恁真正的身份？你甲过去人惊想我，都愈有可能会变空。是讲即个接触。因本来是无咧怀疑啥个啦，啊，不过进前甲你讲电话的时阵，我无细力去予林子彤偷听到，所以因即马对我有淡薄仔起怀疑。这是垃圾错，你嘛敢还啊？是的啦。既然呢，以后无事要甲伊见面啦。妈。只是淡薄仔起怀疑尔，我会当解决的啦。无需要。妈，你先听我讲。廖乾坤的后生无顾伊的反对，放杀林子彤去娶吴盈盈，啊，阮就继续甲因保暖，会当更加了解吴盈盈的状况，安尼对咱以后对付万条万是有帮助的呢。你免阁解释啊！你来台湾的时阵，恁亲婆阿公安怎交代你？敢有需要我甲你提醒啊？不需要啦，我的目的就是要调查秦婆阿公的姑嫂囝素媛小姐的状况。恁秦婆阿公是咱母仔囝救命恩情人，伊即摆岁数遐尼悬啊，伊伫这个世界上界放袂落心的，都是秦婆的姑嫂囝。我知啦，妈，我自细汉你就一直对我讲了搁讲，对秦婆阿公来讲吼，三十几年前一场车祸。伊个姑嫂囝能捡倒来一条命，就已经是奇迹啊！啊，伊欢喜都袂有，根本袂想遐济啊！是一直到最近根据调查报告，素媛小姐甲罗家的人有一个无啥正常的来往呢。虽然讲无几届啦，啊，不过这真正上奇怪啊！唔呐呢，这个万条万伫个会规定甲人车拼的时阵，这个素媛小姐咪甲人敲代志。这实在无像素媛小姐会做的，还阁有啊！最近万家三不五时都咧上新闻，不管是记者会还是起步会，这个素媛小姐伊的表现，拢甲较早无同。是讲目前的线索，拢还阁无啥清楚。咱若是阁继续调查，才会当对秦婆阿公回报素媛小姐即卖状况到底是安怎樣。